好，我是彭俊英呢，好，啊，我今年40岁，嗯，已经有4个孩子的妈了，嗯，啊，我喝了菜的那个营养，瘦了很多，瘦了15kg，很有信心。这之后啊，我有信心哦，因为在你说讲在过年时间啊，穿去比较有身材衣服是一定的咯，哦，然后出去年的时候比较会瘦一点给人家看咯，是老婆啊，是什么啊，是吗？嗯，尤其是在不会感觉到整个身体会怎样讲呢？是讲胖胖啊这样啊，比较会比较咯，比较会讲话比较会大声一点啊，是这样的咯，哦，嗯，还有是讲。对身体很好咯，比较有走路不会讲，那时还没有瘦之前，走路爬楼梯时好像那个骨骼会有声音哦。现在瘦了比较走路很方便呐，啊，尤其是爬楼梯啊，会有一个拐拐这样哦。所以喝出来的是很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尝试啦。谢谢。在改变着我生活与健康。